像是阮人个少年人个即个感情个代志哦，咱互伊家己去安尼选就好啊吼。咱叫做是大人个人，尊重因个选择，莫去共管遐尼济，后摆较无代志。有听无？我着阁受你个教示哦。话也免讲啊，遮尔啊好听啦。你若准讲我毋知影你头壳内到底伫想啥物，是？当然嘛，你一定会尊重你个查某囝决定嘛。因为阮囝是医生嘛，医生哦，哎呦，拜托的，医生你们来看看医生，做医生嘛真艰苦，赚钱往来哦，无好赚啦，无啥人要去考啦，大家拢要去考吼，医美啦，哎呦，你们安尼看人无气啦。我唔是看你无气啦，我是讲恁家亲啊叫阮后生哦，伊以后日子是过较少快活啦，莫讲阮囝做医生。是我一手辛辛苦苦甲栽培起来，我变哪可能让恁这种人白白来占我这便宜？啊！我来甲你占便宜哦，哈哈！你嘛拜托的。我甲你讲啦，我原来是中医界上过上的，中医大亨呢。我那无输医生的呢，拜托的咧看啊。你今嘛讲啥？中医大亨。你中医大亨哦？笑死人！我看应该是哦，诈骗集团的骗身啦。江妈妈，听你讲话较客气的，别来糟蹋阮爸。妈，你是来人当冲啥啦？你别搁乱了好不好？我唔是来遮乱啦。我是来因家吼，找因要甲话讲互清楚啦。你拄则你着无看到，吴家兴哦是甲我应嘴应字呢，参着这款查某，你敢真是还阁娶的咯？我别生气啊，咱转来再阁讲吼。我当然嘛是爱转去，我是要待遮创啥？我隔两个爸囝讲话无啥物通好讲啦。我甲无在调组动因哦。我就是找到我的后生啦，草群，你即马就当伊两个面头前哦，你把话讲好清楚啦。你是爱我讲啥啦？讲啥？讲你袂阁甲吴家欣来往啦？啊！你明明知我爱的人是家欣，你点去？我叫你讲，你就爱讲啦。是你啦，我做袂到。江妈妈。请你别跟为难超群了，好不好？你真是有影要为着这个查某无爱伫我这个妈妈心？好，哪敢安心吼？让伊自杀去死哦！你看。妈，哦妈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啊，超群，你妈快要死了，好去死，好去死，吼！啊，死看卖吼！拜托，啊，你若要死哦，你来去更远的所在，莫耽误阮遮，会到时煞阮有代志，吼。爸，哎呦，放心啦，伊讲要死的查某吼，伊绝对袂去死的啦。你要甲我骗你是了，你迄个惊操心尔啦，你放心啦。我拜托你啊，你莫甲迄个惊好无？你若准我咧讲白贼咧骗你呢？你真是要甲吴家兴结婚是？好，我这边就成全你。但不过你若今日一天若真是看无我，你后悔都袂有。妈，妈，哎呀，爸，你明明就知影伊妈是咧讲气话，你是安怎要咧刺激伊啦？讲气话，哎，来这套你啊，这个好去自杀一个，你若自杀无死哦，后摆就唔敢讲要死啊，这查某都无好歹话。麦哥，你有白讲啊啦。哦，真容易啊，原来你咧恐吓，你咧袂堪要气的物啊。妈，妈，妈，你别这冲崩了，阿伯是咧蹲生酒，你别这哩认真啦。我唔管你咧讲啥物事啦，我是咧气你啦。妈，我只是用心对待我爱的人，啊，你敢有啥唔对？好啦，你别甲讲你外爱吴家兴，我无想要听啦，我对神就失望的。
开在你的心内，无这老母的吼，我开起来死死啦！你回去可能有正事，你免插我啦。哎、欸，妈，好啦，妈，你别安尼啦。除了正事的代志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你别生气啦。你什么代志我都不要管你啦，我就是怕你吵吴家欣啦。你若这些做袂到，你就莫加油，你好归去来去死。非得我把酒拿开吼，实在你要吵啥人啦？妈，你别安尼啦。江妈妈，你干嘛在麦克讲种话啊？我可能是倒遐唔对。你讲你辛辛苦苦请我吵群，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你那是让吵群加痛苦的。你可真牛呢哈！但说这边我讲超群，讲超群对我更加不满。我根本就无这意思。超群，你看好哦，今仔日我是真是死哦，还是我凶手不是你，是伊吴嘉欣哦。妈，你现在变成吴嘉欣，现在要给俺这大罪名。你到今摆还可能为何伊？伊是我爱的人，我当然要为何伊啊。好，你要去为何害死你老母的凶手？现在来叫车路掉了。阿伯啊，对不起啦，这件代志哦。你莫管我后生啦。嘉欣是因为我才叫车路掉的。啊？阿伯，你是对阮嘉欣安怎样啦？你哦，你是让人家中毒的哪里啊？我落下面去，车撞到，是嘉欣才来救我，用到伤无力的。你这个查某啦，你已经几岁啊？常常用那个死的来恐吓啦。你安尼讲要去死，你就是要来掠阮查某囝的对唔？啊，但是嘛，啊，母一个即马上来对啦，吼、哦！我跟你讲哦，伊都唔通安尼三长两短啦，哦，伊若安怎样吼，我就替你算账，我跟你讲啦，看你要安怎赔啦。就是讲啊，阮这个人遐尼好，你哪会使安尼害伊啦？我嘛无想讲要，让嘉欣变成到安尼死啊！好啊啦，你莫搁他妈来假神假答啦，拢是你害的啦！你来安尼死讲啦，我拜托你讲话较客气就好，我哪想讲要害嘉欣啦？今仔日代志变成到安尼，拢嘛是伊引起的。嗯，我这后生饲到这大汉。伊做下了后，阮母仔囝死，我拢全归乱去。你敢知我心内足艰苦的无？姐，你即摆心肝内艰苦，还你讲对啊，讲唔对啊？即摆心肝内艰苦是我啦，是阮查某囝倒咧内底呢。恁后生即摆规身好好咧安尼，要来换一个哦，哈？换恁后生去用弄一个倒咧内底安尼，你看啥款啊？好不？妈，好啦。阿妹，大师，你先去。你哪会来？我联络你先去啦，阿伯，嘉欣即摆情形安怎？我嘛唔知即摆落来内底啊，啊，拢伊啦，讲要去自杀啦，嘿，结果拢无着讲，嘿，去弄到嘉欣啦，看看怎样，那伤憨嘛，啊。超群，你别问啦，这件代志你无关的，你莫插手。受伤的人是嘉欣，哪会跟我无关的？超群，你不是讲你真爱嘉欣？现在发生这种意外，你们若是会压力，是吗？这都是造成伊的痛苦嘞。我造成伊的痛苦，你是怎想？我想我的方式给伊加薪，你不是在指责我？你用什么方式？都是用这种方式是无？我知道你是医生，用双手来救人，也唔过我感觉你是用你的感情在伤害加薪。无，你是讲啥话？你是吴加薪的什么人？你凭什么做业绩这么超群？你凭什么？
平安对嘉欣的关心。赵立新啊，你若真正关心嘉欣，你就应该尊重伊的选择，请你莫来搅扰伊。我会当莫搅扰伊，要不请你甲伊保护好，莫去伤害伊啊！你，爸，医生啊，爸，阿伯，医生啊，阿伯，哎呀，哪里？阿伯。放心，我是无要紧啦。我吼是咧烦恼阮嘉欣啦，即马吼在情形安怎样啊咧？阿伯，你先莫烦恼啦。我看你应该是伤忝啊，也是有大志先陪你回去休困啦。我留落来等候。哦，唔当唔当唔当。我看吼，我还是待在家吼等消息。好，看到底安怎？阿伯，你都要保重身体咧。嘉欣一定无代志啊。因为无念伊精神哦，所以顶多也烦恼你呢。对啊，爸，我先带你等去休困啊。啊，李先生，我回去哦是会用的啦。啊，是讲哦，迄车先哦，毋知当时哦要精神起来哦，嘛毋知影哩。啊，我阁无伫个，无安尼啦。若讲哦，车先有精神起来哦，啊，你也伫遮哦，无你则敲一电话甲我通知咧。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随敲电话你。好好好。啊，你哦，因讲哦，做人哦，实在是真好，做得心的啦。你哦，嘉欣哦，一个安尼，你啊，赶紧找来个照顾，才关心伊。哎，三位啊，还是讲，你是啦。啊，嘉欣哦，伊感情，家己都选到好势啊啦。哦，我这做事大人的哦，嘛无多人替你做主啦，较歹势。哦，阿伯，你莫安尼讲，拄则你讲的，我完全了解，我完全了解。无，我先来急诊室外口等消息啦。好，大师，阿家阿伯过好咧。好，李兴哥，多谢你。我先来。多谢你哦。爸，这安怎办？没啦，没啦，没啦。你是一个这么纯洁美丽的查某人，我都想要参照金妈呢，永远都把你染掉掉，跟你斗阵做伙，跟你过一世人，永远甘好。真正。我总爱你。
你搞听清楚，那边介绍相片，你赶紧处理好势。阿南啊，你若是报名咧管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我都唔知影。这拢是你家做定个，我一届，我可能这么戆，家己去想有这痛苦，我切甲你离婚。我想做啥？我哪想要安尼做啊？阿公，阿公，
阿公，我来困觉，吃乖。够古锥的啦。当然咯，咱着个子孙当然嘛古锥。阿公，阿公，我很想你哦，阿公。大哥诶，讲啊，咱这两个囡仔哦，实在有够壮哉啦。啥？咱的囡仔？系啊。你唔是讲要甲因好命，敢好啊？跑诶，这两个唔是咱的囝啦。哪有可能啊？啊，你拄则你嘛是讲想咱赵家囡仔。这两个囡仔吼，是你生阿达达生，是咱的孙，你搞错了。哦，是讲诶。囡仔安尼遐尼啊细汉，啊你甲带来遮要创啥啊？啊，我想你啊，啊想要跟你做伙啊。啊，囡仔伫厝无人带，无出来变喏。变啦变啦，我伫遮吼真好啦，啊我唔免人甲我照顾。紧，囡仔来这所在木，甲带带转去啦。你是咧甲我安怎啦？你心足粗残的呢？你真是甲我放的。我看我为着你安尼撞来撞去，你介欢喜呢？来转啦，弟弟，甲阿公讲，阿公，我们回家哦，说我们很想你哦，给阿公讲。哦，阿公。我，紧，你带囡仔转去吼。啊！你才想要叫我转去，拢无咧听我想。什么所在吼，都不比家己的厝啦。大概嘛较惯是较自在，对无？啊，你真是要倒去吃？啊，你不爱讲倒去厝，安尼看孙仔一天一天大汉，迄是真快乐的代志呢。你哪会不爱啦？啊？你唔知啦，我哪会想着讲安尼？用迄遐烧的滚水安尼泡有啉，要让伊食安尼，我惊伊是家己伤着因啦。啊！迄天到底发生什么意外？你哪能一直怪家己啦？万一发生要安怎？哎呦，我想了会惊啦，我当家就好啊啦。爸，拢是我唔好啦，害你倒来遮，我真正足不好的啦。袂啦袂啦，我也知影你歹做人啦。阿爸也袂去怪你啦，爸啊，我卖去讲啊，无啥物代志啦，啊，我真正就对不起你个啊，我真正唔知我，阿达啦，好啊，卖去安尼啦，你看，你佫知影讲我爸爱食来啊，还佫专工咧买来来要看我，啊。我下来回家。好啊。讲到咱阿达啦吼，实在有够乖，佮有够友好啊。大哥啊，你买对啦，大哥。妈。啊。大哥诶。妈要传人来，我来看卖。去。妈，安尼啦。妈，你甲我求啊！妈，我拜托你，妈安尼好无啦？我今日要陪恁爸爸做伙啦，我袂放心啦。啊，你若是去安养院住，啊，你弟弟干咩是要安怎啦？你家己娶啊，无要安怎？啊，无恁若真是无多娶，恁两个我做伙娶来安养院好啊啦，吼。妈，爸一个人去安养院，咱全家伙也着讲要起痟啊。
啊，你即马阁要带弟弟妹妹去，拜托你妈咧啦。阿伯，歹势咧，我厝内朋友叫代志要处理哈。啊，你姐那边你替我讲一声，好，保持联络，拜。阿哥，我妈啦，阿兄你赶快讲要去陪爸。妈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爸，咱就靠更袂听动啊！即摆连你嘛要搬过去，甲伊做伙住。恁爸一个人无依无法抚养我，好，你放心，我保证甲爸带转来，我给你挂保证，好不好？感谢谢嘞，谢谢。我已经叫信义转来讨论这件代志啊。吼，阿德啦，你出现了吼！嘿，我去找你的时阵吼，你还咧跳过伊咪我，听讲你去夜店饮酒爬妹妹，吼，你这个人真逍遥嘛哈！哎，你这人讲有哪样？妈，我来接啊。妈，我是尊重你是师大，啊，不过我唔是和你妈耍的啊。你吃唔着药啊？哎，我啥物时阵跟你妈耍的啊？我今仔日找新义来啊，是有真重要代志要讨论啊。啊，既然新义找你做伙来，也不要紧啊。啊，不过请你电话听就好。什么代志？即马讲啊！今仔日爸去住安养院了，拢是你害的啦！我爱你去甲爸回信嘞，甲伊带转来。无可能啊！这件代志我并无唔对的，我让爸建议哦，是为着要保护弟弟啊。请问一下，我到底做唔对的？到即马你也唔知影悔改啊？这句话哦，应该是我讲。我廖俊讲哦。经过这几天的时间，你一定冷静想通啊。结果，照你的，你真正我做失望的呢。虽然你安怎讲啦，你也甲爸带转来啊。大伯，我著甲离婚啦。离婚？你讲啥？你讲啥？你竟然敢要甲我离婚？良心嘛，照你的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搁安尼哦，我就无客气啊！安怎无客气啊？无你想要哪？你想要拍我是无？你拍啊！你拍啊！你叫你拍啊！拍啊！你拍啊！你你看你个姐啊！你竟然搁杀我！麦克人卡拉手来了，是，拍谁哦？拍谁？妈。仔啦，你咪甲我听吼，我吼绝对会叫阮查某囝尽到一个做新妇的责任。啊你咧，去给恁爸传，到时哦，咱照片照行，我绝对袂放心伊吼，兼做半行，知无？妈，妈，这是你讲的哦，心仪一定要尽到做新妇的责任哦。你放心，我讲会到做会到。哥，你来啦。哦，多谢啦。不像啊。妈，妈，你家是早来吃啊？妈，啊，你来早来啊？啊，今仔请你顾。你顾你顾啦，早来找清明创啊啦。妈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你遐来找阮是应该啊，坐来讲啦。妈，别坐啊，我
代志啊，就当怎，行，来转啦，囡仔无人顾，来去。妈，既然你都来啊，无你做伙听啦。我今日来找佳佳哦，就是要讨论爸的代志啊。啊，拄则我嘛甲佮讨论过啊。吼，你就是咧讲这哦，莫怪哦。我伫客厅后听你甲恁哥讲话，讲我气不出出。对啦，啊，我甲哥决定要甲爸接转来啦。啊，就互阮两兄弟佮佳佳三人轮流照顾。安尼生意嘛较无话讲，就要阁完袂煞啊！安尼唔好啦。先怎唔好啦？这已经是上好的办法了呢。对恁家囡来讲哦，无得靠，这是上好的办法啦。是讲恁要做这个决定之前，你可有想过恁爸爸的心情？恁拢唔知影，迄有岁人吼，生活上拢足固执的啦，有伊家己的惯性啦。你讲恁三个要轮流照顾恁爸爸？啊！啊！恁姑暗着三两天换一个所在住呢。恁爸爸哪有可能惯势？你甲恁爸爸倒落脚桥，踢来踢去哦。妈，你嘛知影，阮无可能安尼想啊。你来甲我讲，我就歹听啦。这毋是好听歹听的问题啦，这是事实啦。我知我是恁爸爸哦，我嘛无可能哦赞成你安尼做啦。啊，咱再来好好讲啦，清姐啦。是啦，妈，我来倒一杯水。妈，你莫安尼想啦，阮家三个囡仔是恁甲爸辛辛苦苦甲阮抚养大汉的，今仔恁有岁啊，阮来照顾恁嘛是应该啊。是啦，妈，啊，佳佳的爸母哦，嘛是我的爸母，照顾爸是我应该做的啦。妈知恁真友好啦。不过，我唔甘你爸爸过了波波摇摇的日子啦，伊若等我来顾就好啦。妈，拜托你，莫讲闹好无啦。我唔是咧闹，我是把我想法讲出来。妈，我相信哦，这大哥哥二哥一定有讨论过啊。而且，另一个人要一直照顾爸。安尼哦，嘛是经济上的问题，伫咧心理上嘛造成真大负担呢。是啊，妈，咱拢是一家人，你着给我一个机会照顾爸，好不？你这个囡仔，这有心替我跟恁爸爸咧拍算，妈妈真欢喜。啊，不过我若想到讲恁爸爸自少年。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恁这三个囡仔，安尼拼到安尼，吃老师带这个镜头，嘛是来做唔甘哦，伊受这种罪啊。所以恁的好意，恁做这个决定，嘛无得接受嘞。妈，我求你啊，你莫阁坚持落去啊啦，若无我甲心仪的婚姻哦，会真歹处理呢。死伊！死伊！莫出现在我面前啦！我若无看到伊哦，我会较快活啦，我会较清醒嘛，无得靠我活较久啦。妈咧，你讲这话，嘛无徛伫我立场替我想啊。啊，你若无爱死伊哦，啊，我对死伊的感情咧，啊，你敢希望以后弟弟无妈妈？我的确有这意思哈，你嘛袂讲好无？妈，你若是搁继续反对落去哦，我甲信义真正闹到离婚啦！啊，是到爸毋是搁较艰苦。妈，好啦，就互阮这三个囡仔轮流来照顾爸嘛。你讲真是有法度。好啦，照你意思。试看卖啊！妈，你若提出这种条件，等到无支持我，你是要搞白忙？迄款情形，我是要安怎支持你啊？不是啊，我真无简单哦，让阮大哥去到安养院呢，而且今麦叫阿达阿英去，让阮大哥接回来。伊若一回来哦。啊，所有的问题，唔知定来一届。嗯，我说唔知。
你平常是可怜的巧巧呢，啊，你来拄着代志哦，目睭拢白白金哈。你无听阿家讲要离婚啊？你即嘛是安怎？当作伊在滚生球？伊敢甲我扫倒的，这笔账绝对甲伊算啊底。还是你甲伊讨赔听？妈，你也听阿家讲话啦。我嘛是伫咧看情形呢，你无想你家己，啊一直伫咧激阿达，讲你甲我拍，你甲我拍，哎，我问你，有偌济查甫人哦，会堪要你安尼激的哈？也毋过，敢讲就爱照你讲安尼做，啊，我话拢讲出去啊，我若无安尼讲，啊，无我借问的，恁两个人婚姻吼，若是真正无去，你是死到要做单亲妈妈，还是讲母仔囝要分离？我就是因为想到这点，我唔再让步。去开门啦！你来创啥？嘿，我拄只安怎跟你讲，你袂记？对啊，阿达，啊，你今日来这，一定有啥物代志要跟我讲，对不？啊！阮兄弟已经决定要甲阮爸带转去，啊，大家轮流照顾。即摆到春生还未决定啦。我是要决定啥？我希望你会当甲阮做伙，甲爸带转来。你若是无愿意吼，安尼咱翁仔某真正会煞去啊。你莫想讲哦，安尼就会当威胁我，我就会惊你哦。你莫想伊啊！啊，咱来即摆是照妈所讲的去做，啊，你有啥意见？无，无意见就好。阿达啦，妈跟你讲吼，迄翁仔某吼，难免会有意见袂合的时阵。啊，我了解，你即摆是伫表现你的不满，你的无欢喜。不过不要紧，不过离婚这两字嘞，你要注意，袂用个清清菜菜就讲出嘴。啊，万一若真正离嘞，你死到后悔都袂赴，你知无？我知啦。好啦，啊，毋是要去带恁爸转来，是啊，坐下去啊，去。来，我请来。嗯。爸爸。爸。哎，爸，你怎在无影啊？什么？啊？阿达，看卖你变做无？我去看卖。无人诶，啊？敢会伫外口看电视？给你看卖，给你看卖啊！恁的手续拢已经办好啊，较等下带赵先生回去的时阵哦，房间的钥匙才直接交互柜台就好啊。哦，好，多谢啊，多谢，多谢。啊，我先来无用。好，多谢。妈，那无咱先来看爸的行李好啊啦。哦，好啊，来个看看嘞。啊，哎，行李嘞？你爸行李不用放在遮，你信啦？你爸行李哪会无去啦？啊？啊？你无去啊？阿爸，敢会走无去啊？无可能啦！啊，拄才经理讲，看到爸伫外口散步咧。这安养院的人是哪搞的啊？啊，国家爸拢无去啊？可恶！啊，无看到爸咧。快点！心怡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？你跟你变相吧，我你爸哪会无去？妈。咩什么代志？要针对我好不？不是你搞啥？啊？是不是你主动把恁爸转去？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真正无啦。我回来时阵哦，我都跟阿达做伙啊。我真正要变西棒啊！阿达该咪唔知啊？是啊，妈。我从新义回来时阵就来找恁啊，真正跟新义无关系啦。不是才奇怪嘞，无恁爸无去。哦，妈，你较冷静嘞啦，即马去找恁爸较要紧啦，啊。妈，我来外口想看卖啊。我跟车追，我嘛是一个小姐啊。妈。
妹妹，我你照顾者，哦，我来安养院办公室，甲问看卖，看到底是安怎，那有啥物消息我敲电话你，好，好，你好。安娜，小伟，杨总来，今仔日我小乔来嘛，你回来甲我听新闻嘞。好好好，一定的。来，小张，来，大人。小乔，你别走位。王大来，歹势啦，小乔一定要出庭啊。我要点伊个台。伊讲话你无听到？你脚手受弯啊啦，我已经给人包出庭啊。我唔是甲你讲过，叫你袂用赚这款钱。你凭啥物甲我讲这款话？我啥拢要听你的。是啦，王大来，你若要甲小乔捧场，歹势，明天再过来。袂用的。我今日就是要甲留落来。王大，请你莫往歹做人。歹做人，莫做。等下，我来甲讲。边讲啊？今日无论如何，我绝对袂让你甲任何人出去。真好笑呢，王浩腾。啊，你是阮啊，还是阮斗阵的？啊，是你住咧海边啊？你管真宽呢。你安尼挡我财路，我是嘛都生活啦。好，难免我即摆要你出场，袂赴啊！搁再讲，要安怎就是我的自由，你搁管我，我就甲你毙命！总诶，咱来行。好。佚佗的查某，啊，不过是你来甲我哥哥订的。这段时间，本小姐陪你吃，陪你睡，剩的钱我也要甲你讨哦。查。哎，你先去洗身躯啦。我。不，我是来这。你叫我两万块，我是要去白搭做生意，赚钱的呢。白搭。你在创啥啦？是的啊，家己惊着是吧？敢讲遐个甜蜜的记忆，都永远过去啊吗？小，我好啊。我来去洗身躯啦。免啦。哎呀，那是马金娇。你给我滚回去！刘总啊。耀腾。你要怎么走？还是继续留在这偷卖呀？好，我惊你，我惊你，快走。昨日的身影能相随，永相守护。小乔，我不准你让你糟蹋家己。啊，那无嘞？你要饲我哦？伫外口欠这么多钱，你敢负担得起？对，即马开始，我不准你搁为着钱出卖家己。你若需要用钱，甲我讲，我一定会替你想办法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爱对我才好啊！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对你好，敢会用？你卖戆啊啦！你叫是讲你爱我，
会当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你根本啥物拢唔捌啦！我来遮趁钱，唔是要还你的啦。你无遮伟大。那你是为着啥？是为着阮爸爸，一直着干净，需要真侪钱。你过来啊！赶快，你照看你到底要用几摆？我拄才起来外口，一直想着你较早对我有偌好，所以我才冲入来。想袂到你即马搁在讲这款的话，你是害我对伊作失望的。要信还是不信，随在你啦。白真正白到这么重，不要紧啦，飞弟哦，我都是这款查某，讲一句白贼，都无人要相信我。小乔，你莫安尼讲，我绝对愿意去相信你，因为我较早嘛捌感受过，予人无信任的感觉。啊！不过这个伤害对我来讲是偌痛、偌艰苦，你知无？我知影，真正我讲的伤害你，今仔我甲你回实的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爱接受你的同情甲帮助啊！若是过一届，你无谅解我，这伤害对我来讲是更加大，你知无？小乔，小乔，你别走！你放手啦！小乔，我拜托你，我已经把你回失的呀，我嘛就算，宝贝，我一定袂阁让你受着伤害。拄则我有答应阿爸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，照顾你。我拜托你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睡梦成真，转身浪影汹涌抹红尘，残流水吻空留。这段时间，予你受着这么多委屈，后摆我一定会尽力弥补回来。我知影，你对我好，想了解我。是的，我不应该后悔。好啦，啊，无这麻烦你啦。啊，若阮翁的消息咯，才敲电话给我。好，努力啦。好好好。多谢哈，爸，再见。妈，该卡我拢卡，也是找无爸的。妈，我这嘛是无消息的。妈，我有打电话给阮爸，已经派人去找啊。妈。亲戚迄边开去，我拢问过啊，拢看到别个人诶。我想要安怎了？我问过人找我，你妈甲我找出来了。哎，安怎？啊，恁爸有找到无？啊，有消息无？哈？也不要。这嘛，你来我家创啥？我到你母家又无讲。你哪安尼讲啦？我是来关心的。妹妹妹妹，莫来加分心！你虽然开我花老底啊去啦，若是你死，我倒会安尼煞昏昏。哎，亲嘛，哎，亲家本身就带种镜头，哎，什么想要走无去，谁会知？我唔爱听你讲这啦，我倒无怀疑你。出去，你就拿出去啦！哎，妈。你听我嘛，我是专工来关心，结果你妈讲安尼，真正好心去有雷击哦，哎。
喂，是，伊就是阮爸。啊，好，好，阮即摆随过。哦，多谢，多谢。你是哪？安怎啦？去财公找着爸。哎呦，感谢哦，天公伯哦，你当我感谢你啦。爸，爸，哎，啊，恁来拢来啦，啊，恁来弟弟甲妹妹是谁顾啦？你还囡仔有两个孙哟，放心啦，是伊老母咧顾啦。哦，有亲咧顾，我阿女较无要紧啦。爸，你哪一个人走出来啊？爸。阮拄好去安养院吼，想讲要甲你接倒转去啊，结果找无你，吼你唔知啊，阮活着去的，尤其是妈。我就想讲，你妈安尼定定来看我吼，我无爱互伊安尼遐尔啊忝啦。你讲些啥物话啊？为着你，甲忝淡薄那有要紧啊？妈，爸就是惊你真正搬去家己住啦，啊愈想就愈烦恼啦。不是警察跟我讲啊，爸逃走出来，是要找另外一间安养院。你要再去找一间新的安养院哦？你这个创啥啦？我想讲，无爱让你安尼，我出来要找我，明仔载找人去行唔知路啊。你到底是要我烦恼到什么程度啊？你带什么镜头？你家己唔知影哟？你读个歹歹呢？你交一个囝，你死给跑跑走！爸，拢是阮唔好啦，这害你去外口流浪啊，还佫行唔知路。爸，你原谅我甲心意啦，阮都是上过头照顾弟弟，才害你遐伤心啦。是啦，爸，是我想伤多啊，你莫甲我计较无？爸。虽然我已经嫁人啊，啊，不过你咪当来我遐住啊。爸，来我遐住啦，哈。好啦，爸，行啦。恁大家吼，实在是足友好。是，你唔是有话要甲爸讲？对啊，爸。啊，之前吼是我唔好啊，我无应该建议你去安养院住，请你原谅我。啊，甲咱大家做伙转来无？你也要爱我转去啊？因为阮大家吼拢参详过啊。诶，是是，你敲一个电话转去问看卖啊，看你妈一个人带两个囡仔有法度无？敢然无闲袂过来啊？紧看，紧看。啊，心意就安尼讲啊，你就原谅伊啊，工作转去啦。无啦，我啊，我转去吼，都加让恁麻烦嘞。那爸，哪有这种代志啦？你住在厝内，有阮大家陪你，你的爸哦，一定会愈来愈好的啦，哈，对吧？爸，袂麻烦啦，阮每一个人哦，拢最想要你跟阮转来啊。嗯。我等恁回来。谢谢，志明啊，你就去办办了，去。对，宝贝回来，宝贝回来。来来来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吧。好，谢谢。哥，接我电话吼。看他什么，快点处理好啊。多谢，我刚才你就烦恼嘉欣姐的代志，那就紧去病院去关心一下，啊，这代志交阮就好。不过啦，我先来陪你。啊，若有啥物代志，打电话吧。好，好。哎，来，先生，谢谢啊。没，多谢。走，李静。你是过来从啥？大志跟我讲，嘉欣还没精神，我过来给看一下。我不是跟你讲过啦，只要无你的代志，嘉欣我来照顾就好。超群，嘉欣已经选择你啊。
你无啥对我遐大敌意，而且我即摆来关心我的朋友，感觉安尼嘛袂用得。啊，不过你给我感觉是你要袂放弃，你心内真清楚，你家庭的状况，嘉欣来跟你交往，看来真加伊负担了尔。但无啥直接讲阮家的代志，我顶多想要问你，想做嘉欣即摆倒伫急诊室内面。既然嘉欣选择你啊，我当然会祝福你。我嘛希望你会当好好珍惜，让嘉欣真正的幸福，也搁无烦恼未来，毋是参照即摆呢发生种意外。嘉欣即个受伤，该担的责任我袂多撇。我为了阮妈，影响阮两个未来，所以请你放心啦，这款意外袂搁发生啊。初二哥，你这个医生讲，阮姐已经怎样？啊，咱先去看伊啊。嘉欣，小青，小青啊，你感觉安怎？有对伊无爽快无？李信，你来嘛？伫遮，我是安怎是？伊出车祸，一定昏迷不醒。好佳哉，你怎么精神啊？对了，你急救时阵哦，是要联络李信哥的啦。我想起来，有一台车开出来，我今日去弄到江妈妈，所以我就。嘉欣，多谢你啦！你无顾家己性命救阮妈，多谢你。不过后来我才想不起来，叫妈妈，叫妈妈有要紧吗？放心，我妈无代志啊。嘉欣啊，爸，嘉欣啊，哎呦，哇，啊，家仔，家仔，啊，家仔，家仔，你精神啊？哦，我有咧惊神呢。哦，那你现在无精神哦，我这心脏哦，最近我咧哦，不要你惊到安尼走出来有影。放心啊。我今晚不是好好躲在家。好好好，刚才好刚才，安尼安尼。吴小姐，好刚才你今晚精神起来，啊，不然若讲一世人都困在家，啊，是讲什么差错，我真都唔知道要安怎样。嗯，哎，哦，你这查某你哪安尼安尼讲啊？你是为了救人呢？什么一世人都在吃？哦，你是怎样？哦，你这个嘴吃花心，吃花心。阿伯，你别误会啦，我妈不是这意思啦。什么不是这意思？嘉欣啊，你来看，你安怎样啊对待伊吼？伊拢根本就无把你当作一个宝啦。我来看吼，因这个口啊，我是足不放心哦，你嫁对阿去啦。刚才讲你这阵安尼好好，你要我救倒转来哦。那无吼，你这边哪有来年报人呢？爸，啊，你给我害他哦！啊，嘉欣啊，你对感情的选择哦，爸爸一向拢哦足尊重你的哦。但是为了你以后的幸福，我哦做老爸人哦，袂用阁急点点啊。趁这阵哦，大家拢在这个所在哦，你家己好好啊考虑一下，为了你的幸福。你应该选一个吼，袂伤害你，啊，对你较好的这查甫人来做你的翁婿，啊，有听无？阿伯啊，真正足失礼啦！即个嘉欣发生意外，拢是我的责任啦。我保证以后袂阁发生这款代志啊！啊，啊，一摆都袂得，还阁以后啊？爸，你莫怪超群啊，是我家己要救张妈妈，跟伊也无关系啊。什么都无关系，那不是伊哦，你哪会多只啦？就是讲，姐啊，啊你为了叫伊妈妈哦，你心里遐要无去啊呢？我今毋是好好待伫遮。张妈妈，我知你到今嘛你也是肯接受我，啊，不过既然我已经答应超群，我得尽全力来支持伊。我用心，还是做一个好太太。多谢。
谢你啊！我听听你讲，我是足欢喜的。代志发生的时阵，我足惊失去你的。也个，我来阵清醒起来，你就会反悔，你就离开我，我足惊的。爷，我已经做决定啊，我得袂后悔啊。这是我对你的信。多谢你。多谢你为我所做一切，你放心，我给你保证，我同款用我的性命好好疼惜你。五小姐，不管哪讲，我欠你一份人情，请你好好休困，其他的代志。以后再搁讲。真是啦，其实你的心意，阮妈一定会感受到，伊一定会成全咱的，你放心啦。先讲啦，你甲草群两个人哦，伫爱阮查某囝哦，真心哦，这我看会出来啦。那恁两个来讲，拢哦半公半娘，哦，差不多差不多啦。啊，来讲伊要了解阮真心，那是讲较温柔啦吼，你无啥物输面啦，是你看下面。阿伯，我知你是想要安慰我。也毋过，家己心内真清楚，是我一直无得互嘉欣安心，伊最后再转去操拳。李先生，慢来讲，慢来讲。虽然讲你家庭哦发生一寡些问题啦，但过阮嘉欣啊绝对会讲，因为你厝的遐问题啊来气嫌你，啊绝对无即款的哦。是讲你男女间的这感情哦，总共一句话就是来靠缘分啦，哦靠缘分就对啦，啊。是啦，你讲了无唔对，可能是我甲嘉欣缘分较薄。啊，对啦对啦对啦，啊虽然讲啊，咱无迄个缘分来做亲戚吼，不过无要紧无要紧，啊你啊爱靠勇气嘞，哦，啊来伊一班呢，哎呦，别讲娶一个啊，搁较水的这查囡仔，嗯，真水的啦，免惊无啦，免惊无啦，哦，靠勇气哦。哎，阿伯。多谢你。我想来做。好，马上收水。好。嘿嘿，你今天是安怎？那公鸡公鸡嘞！爸，爸，我帮你炸。弟弟，你老师要先处理这里讲啊，我爸听不进啊。爸，多谢你关心，我无代志。弟弟，我嘛感觉最近怪怪的。你若说代志，你处理讲要紧啦，讲给爸听啦，爸，我真的无代志。哎，
阿爸有啥物问题，你就嘴里讲啊，莫隐瞒嘛。阿是你身体无爽快啊？我先叫医生看好不好？阿是无爽快，大家赶紧去看医生。爸，我身体真好。奶奶，阿也是你，你妈的问题啊？阿你不是讲你妈目睭愈来愈严重，需要手术啦？200万都够无？中华，恁娘我目睭敢真正有问题？阿是奶奶讲的啊，奶奶对不？奶奶，敢需要帮忙？我妈已经无代志啊。对嘞，也是你去交对歹朋友，你有啥物麻烦啊？中华，别话讲话，你哪会当怀疑你家己的太太？爸，我是家己在讲双笑的啦。这款的代志，哪会当我都袂讲笑？对嘞，歹势哦，可不可以家己去双笑啦？虽然讲你甲叶芳华无共款，啊，你的个性哦较倔强，我知影你应该比我袂软一点啦，啊。奶奶，你若有啥物困难，你有啥物心事，你做你讲嘛。啊，坦白滴咧，过年当家里，啊，佮爸倒是办法啦。是啊。我讲无就是无，你到底爱我讲啥？我想哦，弟弟可能最近哦压力较大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今仔日哦替请假，带出去行行。好吧，奶奶，把心情放较轻松嘞，啊？我就是要让你知影，你明仔日讲假爸知影，你就是要我考掉的，超过伊拖的呐。我你要安怎做？真简单，赶紧把厝面代志处理掉，啊那无，我逐工都给你生不如死。哎，我嘛是受害者呢，我嘛是要靠跟你解决，啊不过对方就是歹处理，你叫我是要安怎？你明仔日我相信你讲的话哦，赶紧你做得到啦。你安尼是要甲我逼死？你若是搁骗我，我来甲你同归于尽。你阿准你安尼讲，我就惊你是骗。要同归于尽，好啊。老爸，你是要创啥？创啥？先选你啊！吓死啊！当初叶芳芳陪我，我真痛苦，我嘛是要改做要死的，就多一件我这样讲啊！因为我知影，伤害我的人，我就想要报复，这个人就是你。中华，中华，我知影做唔着代志。我哪一个付出代价？我拜托你，你哪安尼个替我？你咪够几可怜啦！我就无遐耐性啊！你爸总想代志，你无处理好势，我就要跟你离婚啊！阿哥，你若是跟我离婚，爸就知影所有代志，
伊知又阁安怎？只要我坚强，我相信爸也肯要打劫来。想的代志，你若无处理好势，后摆就变成即马呢。即马可是你家小奶奶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，你有啥物好不满的？你莫遐拍人，你敢知影？种我即马甲我当作是玩笑人共款，大家是安怎认定我的？像像你种我即款查甫人，你叫伊打死一只狗，伊都唔敢，你是莫做认定哩？伊大刚伫精神上靠拢我，唔是甲因爸讲遐有诶无诶，互我歹看，就是一直逼我，侮辱我。我真正是挡袂牢啊！去贩毒的查甫人啊，确实是真恐怖。你看起来，李正华有影是掠狂哦。我遐尔痛苦，你搁笑会出来？好啦，你莫生气啊。是讲，伊安尼对待你，你搁有法度忍受？我当然无法度，我即卖在暗时睏的时阵，我拢想要甲伊地好死，我今日想要报复，我想要害死。你千万别用你做，你即卖靠近我，是关心我，还是惊受到我的牵连？我当然是在关心你。你若是提起李忠华，你唔拿什么？个还真可惜。你今日无去，我无要死。正准的人，我嘛是唯一会当让你脱离苦海，让你过好日子的人。你莫讲遐有诶无诶，你若真正有才调，你着紧想办法，让我脱离这痛苦日子。好了，我袂搁再打电话李仲华，我会先想办法保重恁的婚姻。安尼行一步，上好是安尼。仲华若是搁来找我麻烦。我绝对袂让你好过。
紧俩。嘉信，你豆豆来啦，你莫急着做运动啦，你只要保持身体活动，阿个柔软就行啦。啊，我倒足久，我身体足艰苦的呢，我就想要赶紧出去外口安尼走走的，活动一下。你要听话啦，虽然讲哦检查报告出来你身体无什么大问题，啊，不过你是叫车弄掉呢。还阁说你个啦，放心啦，我是神力女超人，无问题啊。我知你足坚强的啦，啊，不过该注意嘛是爱注意，我不能够你发生什么意外啦。哦，你真正足紧张的呢，我知你是关心我，啊，不过你真正无需要这么紧张，好不好？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是把你的性命看作比家己的更加重要，以后我一定好保护你，照顾你啦。哎，是啦。哎哎哎。你两个年轻人啊，啊，你嘛拜托了嘞！啊，我这电火球啊，呢，电灯泡这大粒在给恁烧，你拢没有感觉到，拢无感觉，哦，你是怎样？哎，是讲操心啦。阮查囝哦，已经是大人啦，哦，你免烦恼啦。也是哦，恁老母那边哦，你安尼顾好安尼较重要啦，啊。哎，妈。哦。工人难搞了哈，你有够厉害哦，神出鬼没嘞哈，我出现就出现。啊，曹军啊，这是我炖的鸡汤，你去卡路加先吃。多谢。田妈妈，多谢你啦，阿哥麻烦你专工煮鸡汤来给我啉。啊，你都为我受伤，这是我基本爱做的啦，你别甲我说多谢啦。啊！哦，你来哦，讲这句话呢哦，这是最基本的哦。哎呦，拜托的，你也知影嘞，阮家先为着你受伤嘞，啊，你原来算牺牲足大个呢。嗯，真歹势啦，让你的查某囝为我受伤，我第一只甲你现实的。哦，啊，一句实的啊，代志就煞去哦。哎，遐尼简单哦，别人个查某囝呢，安怎样弄死拢无要紧就对了。爸，你莫安尼啦。是啦，妹啊，阮妈已经是主见啦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是咧唔甘阮查某囝啦，啊，我是安尼讲几句，我小可创治咧，啊，你嘛莫紧张个安尼。楚君啊，阿天，你鸡汤搁烹调是咧创啥？你唔紧摕予嘉欣食？啊，对吼，嘉欣，坐啦。我妈煮的鸡汤哦，足好诶，你试看卖。嗯，气味袂歹哦，所以讲真入味味哦，哎，这袂输我炖的咧，哦，炖真久哦，吼。哎，嗯，足好啉诶。好啉哦。嗯。是啦，我妈吼手艺足好诶，啊，若有机会，定得有啊。哦，还是上好啊！你，啊，甲恁老母若讲请假哦，啊，阮查某囝嘛巧巧，啊，小我学嘞哦，或者哦，后摆哦比点那搁较好啦。啊，你上赞他啦，以后吼加一个老主家，我足足有口福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你也足幸福。你大哥。哎。来来来来。李先生，来来来，免客气哈。阿伯哦，用茶代替酒，我敬你一下。来，好，李先生，恁这场爱情竞争哦，好，你风度确实表演了真赞，阿伯欣赏，赞。阿伯，莫安尼讲啦，爱情的人嘛。总是希望伊当幸福啊！啊，既然嘉欣已经做出选择啊，我当然尊重伊，嘛祝福伊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你这个大伯爷欺骗我，我也有够欣赏。哦，男人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对这感情的代志哦，应该拿得起啊，放得下。哦，啊，这唔只是哦，人讲是来飘飘的乌高兄，就跟阿伯少年同款嘛，我欣赏，赞。阿伯，其实我今日来这。是想要问你，嘉欣的胸有较好无？嗯，放心放心，嘉欣老公有较好势啊，啊，今仔就当出院啊，免烦恼。哦，这紧啊？哎呀，啊，安尼真好，有超群的照顾，确实无同款。
一定无问题。啊，是讲哦，这嘛歹讲啦。虽然讲是医生哦，但是哦，咱讲真经啦，你安尼照顾一个病人哦，甲照顾一个查某囡仔哦，哎，这无同款所在足多呢。照顾病人哦，还有舒坦好看，对。啊，若讲照顾一个查某囡仔，哦，不同的地方很多嘞。啊，刚刚袂说哦，八仙过海。哦，各显神通啊嘞！啊，哦，迄啰咪咪嘎嘎的代志哦，太多了啦，爱看伊的手腕啦。啊，像哦，那超全机关的医生人哦，啊，个呢一个嘴哦，好含嘛，你看啊，不要讲话。我看伊咧学的代志哦，也够真多的啦。啊，阿伯，你免操烦啦。嘉兴说的超全，一定是对伊有信心嘛。伊拢是安尼啦。那是讲哦，男女间的这个感情的代志哦，哦，因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啦。咱边仔人哦，只是咱安尼讲话做一个参考啦。哦，那讲伤多哦，到时人不爱听，咱加说，对不对？是讲阿伯啊，啊，超群姨妈对嘉兴的态度敢有改善啊？加减哪会讲无改善啦？那是伊家害家呢，我弄受伤的，对不对？起码哦。你目前哦，唔敢讲对安怎样啊？安尼就好，安尼啊，咱应该替嘉欣欢喜才对。对啦，我嘛是这个想法。哦，即阵啊，嘉欣哦，连讲唔免受因老母安尼吼，就感情上咧困扰啦。啊，我是希望讲哦，上好是当安尼继续安尼落去，啊，浪漫有啥物特点上好啦？我嘛就好意。虽然讲哦，你两个人哦，无迄个言论做王阿婆，但是哦，无言论做王阿婆，但是不过朋友我还在咧，你两个是算讲工作上的伙伴咧，啊，大家免发白感情哦。阿伯，其实我是有咧想啦，目前我甲嘉欣手头合作的 case， 那做完了啊，我都袂过来交了嘉欣啦。就是讲安尼好啦，你是啦，啊无你哦，啊拜看你有做什么款的决定，哦，阿伯拢支持你，啊，哦，以你这款气魄，对，飘飘的男子汉，阿伯交一个查某囡仔来无，对，万岁哦，即马有个少年查某囡仔在咧山里嘛，真水啦，对不对？吼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啊，靠勇气啦，靠勇气啦，哦，来，先关放较开，哦，多谢阿伯。妈，多谢你。是甲说什么多谢？因为你囤补品给嘉欣啊。我也为你做遐尼啊多代志哦，从来都毋捌听你甲我感谢一句。今仔日我嘛在为吴嘉欣哦做一点点啊代志，你也遮尼啊感动。我看你安尼心哦，我唔知是要笑还是要哭。好啦，妈，你莫来讲啦。我知你找我拢是为着我，所以我今日看到你接受嘉欣，我足欢喜的。其实哦，你安尼想就好。我甲嘉欣结婚了后，是阮两个人咧友好哩啦。我自头到尾，我拢无讲我会接受吴嘉欣。到到今嘛，我也是同款的想法。啊！不过你不是囤补品给嘉欣？我囤补品给嘉欣，那是因为伊救我一条命，我真感谢伊，所以我才会载物件去看伊。这是做人上界基本的人情义理。甲你要娶伊，这是两回事。妈，你哪会这么固执啊？嘉欣无顾家己性命救你。这款媳妇，你有什么好念的啦？你为着吴嘉欣来讲，家己妈妈固执。吴嘉欣伊救我，甲你要娶的这是两回事，我已经讲过啊，你莫甲我南南掺掺落去讲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一定要娶伊？我唔对。你既然敢遐尔坚持一定要娶伊，
哪里是我成全你？我家己搬出来住，满意啊！妈，妈。妈，妈好，你开冷静个。来了，妈。妈。点啦！我本来讲唔瞒讲，我甲吴嘉欣两个人做伙后，你一定会选我。莫管我看这个情形哦，我家己较认可嘞。我来搬出来住啦。妈，妈你莫安尼啦。虽然够大汉，咱唔要分开过，你千万不能搬走啦。我向你保证啦，我甲嘉欣头一定会好好友好你啊。自从吴嘉欣出现了后，你过来就拢变款啦。既然我无法度接受伊，你无愿意放弃伊，上好方法是我离开啦。爸，妈，拜托你莫安尼啦，我拜托你好吗？我是好心有啥物路用？我跟你讲，你莫甲我动。妈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莫甲我叫，你甲我放。你若是要继续安尼死，我跟你保证，你永远都找无我。妈。恭喜你要结婚了呢！恭喜！多谢你的祝福。到时阵你一定要来哦。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啊。可能有真多所在，小领导三工。嗯，晚一点到。谢谢。嘉欣。嘉欣。我听讲你出院啊。嗯。所以就甲进前那边完成 case。想讲来找你讨论一下。啊，好啊，请坐。这是顶一届咱无讨论完的 case， 有一寡细节我有修改，所以要请你确认一下。啊，我看一下。意思是讲，咱讨论结束啊。我想要交代，嘛交代完啊。我应该来走。我送你啊。李信，拄仔咱伫咧讨论公司的事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你是不是无想要继续跟我们公司合作啊？我唔对，就因为我答应超群结婚。嘉欣，我真正希望你能得到幸福。即马你嘛已经做出决定。所以我祝福你，为了拼命超群，继续对外地搞回落去。我想以后，咱可能无得继续合作啊，歹势。你真正就够替人想的，你对我的好，我永远记在心内。赵立新，会当跟你实在，我真正就幸运的。多谢你，我嘛是。敢会当答应我一件代志？什么代志？一定要幸福。那呢？你敢会用嘛答应我一件代志？你讲啊。
好好照顾自己。吃早点哦，我是跟我做欢喜。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规家伙啊做伙，我们都成一个家。后摆我不准你讲哦，要住什么安养院哦，哈。爸，你心情未歹呢？我看你心情这好，我们大家都放心嘛。哦，是啊，爸，啊，这几天你无在哦，大家话思念你呢。食饭哦，拢无滋无味的。是啊，歹势啦，歹势。吼，个会知影歹势。我著甲你讲啊，一家伙啊，就是安尼嘛。拄着什么代志啊，什么辛苦病痛，大家互相体谅、甲照顾，对无？莫安尼夹摆往大主大，皮会做你出去，别人心情拢无共考虑一下。是啊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多谢你啊，妈，啊你都想我创啥？我起来大家念的，干嘛搁无教？哈，无啦，我多谢哦，讲安尼，你会当安尼体谅我呢，多谢你啦。爸，你这摆不是在搞考试吧？无啦，我真正爱说多谢，讲安尼，你安尼支持我回来。我无支持嘛，无法度啊！阮大家吼一定过听。金妮，你听不听？卖讲我男的讲你下岗。阿汤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甲新妹去上班，紧去啊！哦，是，去上班啊。你是安怎啊？佮爸我讲话哦？为什么你们永远吼要用暗藏来代替解决啦？感觉安尼就有效？即卖是个甚物代志啊？什么代志啦？你就做你大了就对啦。爸，你是半点也无唔对啦。那唔讲。是，卖阁乱啊啦。恁大家别甲我看，这件代志哦，今仔也无讲，过几工嘛爱讲啊。啊，等爸去食食遐大，敢有法度阁继续唔骂落去？是你呀？去食食因家大。爸，你也袂等下进前吼，阮大家拢已经讨论好啊。你以后就轮流教阮住，啊，住无同款的所在啊。啊，拜托好无？伊在讲这话刺激爸哟。为什么我讲老实话是刺激爸？大家不是已经讲好啊？啊，讲好的代志，就是阿爸知啊。你哪样当作无代志同款啊？敢讲你反悔啊？要甲爸搁留伫遮？我安尼轮流去住，啊，唔敢若求人咧，互你安踢来踢去。妈，好啦，爸，你莫想遐济吼，迄代志吼，都还袂决定的，爱去参详的啦，哈。我大汉若要安尼，我无安尼哦。心怡，这个家真无敢咱平静落来，你是安怎伫遐找麻烦啊？我一定让步啊，我尽量伫配合。你哪样讲我伫找麻烦啊？你今日顾虑到恁家己感受啊，谁顾虑到我的感受啊？这段时间啊，我烧的有口干还阁无够。心怡，你是受什么委屈？哈？规家伙共你好人，我歹人就对了。个性哪样拢唔改，
有够自私嘞，想要安怎就安怎，你是不敢起心？爸，即摆干阿你会用替我做主啊？你敢知影？你无伫找这段时间哦，大家为着你去安养院大个代志哦，拢怪我个头壳顶个，阿达甚至哦差点出嘴拍我。我安尼做嘛是为着大家好啊，结果嘞，大家拢替我出气啊。哈，但是我继续安尼落啊，这个厝哦，我是要继续住落去。那会唔到安尼啦？哈，爸，这个代志你卖管，经理啊。你要变爸去安养院，今麦爸替你出席公道，天下间够这道理啊！你是什么鬼？啊？跟你想个就对啦，讲台话有够伤恁爸的呢。妈，你伫温话欺骗爸，安尼对伊才是伤害啊！我不准你搁讲了呀！怎哩啦？你搞大声啥？你只当作我好欺负是无？爸，我来照顾，你害爸这么艰苦。我哪会原谅你啦？好啊，卖讲就卖讲啦。不管怎啊，讲好的代志都要做会到，还阁是到，讲话无算话啊。我上班了。是。我先来。